李冠中金为着帮助吉普人嘉义市游天宫特别结合嘉义北区胡伦社，共同发起捐发票送春联活动，并邀请嘉义书记协会的书法老师现场挥毫，吸引一些民众摕着发票到场来兑换。游天宫希望借由活动唤起民众对社会弱势关怀，并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来加入。为帮助创设基金会照顾植物人，嘉义市游天宫董事长汪真清联合北区胡伦社长涂志明共同发起捐发票送春联活动，并邀请嘉义市书记协会吴明老师现场挥毫春联。创设基金会表示，在1993年开始推动顺手捐发票的活动，到现在已经30年，累计募集将近17亿张，得奖金额将近18亿，而且金额也拢成为照顾植物人上重要的资金来源，更是成为绿色服务的重要基础。你在活动现场，甲市长敏惠也亲自到场，感谢游天宫甲创世基金会长期为社会绿色努力打拼。我要谢谢创世基金会，那是这么用心，而且在对于许多植物人，甚至我们尤其在需要照顾的人，他给予很多的支持。创世基金会肖院长他一直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帮助很多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植物人的家庭。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社会上有爱就看到了。那今天在我自己的我的游天宫，大家知道蔡英啊游天宫，在我们汪董事长跟所有董监事他们的用心，还有结合北区嘉义北区胡伦社，我们涂志明社长，大家一起努力。我们需要春联的时候，请了老师书法大家写的非常漂亮的春联，然后来提供给大家，那大家用发票来换取换取这个更有福气的春联。哦，大家拢有春，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样的设计，这样的思维，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爱是无穷的，一棒接一棒，然后不断的就像涟漪一样，一段一段的这样的扩散出去。所以嘉义的美好都是大家努力，台湾这一块土地的美好是大家的努力。所以今天敏慧来到这里，看着大家在排队，看着大家这么欢喜，我们觉得知道我们纵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们可以携手渡过难关。嘉义市游天宫表示，感谢嘉义市书记协会理事长苏景茂带领四位老师做伙来做爱心，除了捐发票帮助创设基金会以外，也呼吁社会大众在岁末年终时关怀弱势家庭，让植物人拢会使过一个幸福年。你在兑换春联的现场，有五名书法老师亲自挥毫，吸引不少民众摕着发票到场兑换。游天宫希望借活动，吸引更多人加入关怀弱势行列，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都会使得到社会关爱，借此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氛围。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